飞轮海成员之一的炎亚纶即将在11月20号举办生日音乐会，因此他也在近日加紧彩排，就为了呈现完美的演出。面对个人首场音乐会，炎亚纶坦言心情相当紧张，因此还出动妈妈来帮他加油打气。我是神秘嘉宾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要跟我对唱哪一首？没有啦，就看看有没有时间。可能想要给我一个 surprise。对，不能透露。虽然妈妈开玩笑抢着当嘉宾，不过炎亚纶却打算自己唱完全场，完全不靠嘉宾来助阵。没有哎。因为我就是想要自己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以后吧，不靠嘉宾撑场，也不靠飞轮海的加持，炎亚纶要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歌迷。齐娱乐台北报道。2010广州亚运盛会，齐艺推出全新旅游体验节目《悦动亚运》，将带你看亚运、游广州、品粤菜、玩新奇。11月12号到11月27号，《悦动亚运》锁定齐艺。